据说兑换五彩零食会获得牌子，那么咱们就把攒了好久的副本积分拿来试试。首先第一个选五十，第二个浮石，第三个月亮，第四个夜光珠九十万，第五个红玛瑙，树苗三十五万，内丹善咒也是三十五，第八朱雀石。第九特赦令牌三百八十万，第十个翡翠，白虎石，青龙石，树苗，舍利子，黑宝石，第十六红玛瑙，十七舍利子，十八太阳石。接下来一口气看完几部天命副本。首先第一部红孩儿花了十二分钟来到了最终决战，咱也不墨迹，直接来看奖励。第一步就率先打开局面，金砖乘以二，不是说好给几百万吗？怎么才有八十八万？不管了，接着第二步灵猴出世，希望能来个好事成双。小六六拉闸。第三步水陆大会，先看毒虫给不给珍珠。给了颗110级的价值25万，这还没完，打到第三只的时候又给了颗，运气还算不错，就看最终决战怎么说了。星辉石可以的，能接受。第四步通天河。小六六 1.5 万算是拉了。第五步金豆洞，超六还算不错，价值26万。开局就是一手三黄，我肯定是要博五黄的，那就看第二波召唤怎么说了。另外素材来之不易，点个赞支持一下呗，拜托。只能说还好也没出四黄。那么接下来看看今天点了几只二十八星。首先第一只防日兔摇弓摆，第二只角木蛟柏林，第三只变异踏云兽，结果又是空气。先把今天的神器做了，墨魂笔之。两车多，已经很满意了。